漂亮漂亮漂亮，再打慢速，有回血职业时候我不打的。很多时候波波的斩杀，就波波是拿来当一张回血牌来用的，你知道吧？包括现在很多有什么奇利亚斯这种东西，你波波两个，就这个 AOE 打完，你两个波波会打到奇利亚斯上，所以就其实蛮烂的。我开一张吧，这两牌扔的还不错，打战士一点用都没有。第二张不太敢开了，先搞点什么蛇油进去吧。如果这套牌能打四张那个疲劳，伤害就爆炸了，我跟你讲。你拍我也拍，对着拍，谢谢神下三郎万次的娶你回家。哎呀，这个手牌战士怎么赢啊？还可以啊，如果我有拍立得就还好，没有拍立得也就一般吧。打掉一张吧，出这个也很一般，趁现在血量还健康，先把疲劳先叠起来。谢谢沈小彤老板，什么花开烂漫。哎呀，下回合如果我打这个四加五加六，好像有点疼。暂时不要开卷轴，只有十四张牌了。开卷轴会让牌库变厚，抽不到照片。我刚刚就那个照片质量，只要抽到照片就行了，对吧？我现在不想增加牌库的厚度。我现在只需要抽照片，是啊，用一点，疼一点，抽照片。对，没有挖过宝的，很大概率留我的怪。算了，闭嘴吧。这个是七八加七十五。这个不打，对面快奇利亚斯了，打不死就不打。如果对面奇利亚斯，我可以先交一波伤害，然后 biu biu。 这里如果我实在抽不到照片，可以开卷轴，卷轴里面去找抽六张，不然没有办法，十一张牌，我靠每回合多抽一回合好像有点傻。下回合还有这个抽两张，十张牌抽一张，九张再抽两张。这回合开了是一定杀不掉，因为开了没有费用了，主要手牌不好疼。现在谢谢沈小彤老板亲的闪亮登场。哎呀，还好对面没有八七七就可以接受。炸弹吗？对面还没有打过铜虚，你这么想。
开了一张，但夏油河应该必死了。只要对面不要抽复活，没有办法，这是我能开最多的牌了。恐怖了，我感觉他复活了，是不是也死了？对，主要是他打不了同虚这个局，随便。一张就死了吧，大哥，还没死吗？我十二，对面五，一张打十四，是有点恐怖。我现在希望不要再抽一张这个了，不然这个就废了。但是如果打牧师，我不抽第二张这个就很强，因为这个局我保底有三张疲劳，第三张就是五和六，我还要防对面拿我这个，对面会斩杀我的。安全，不要把心事都藏在心底。下回合可以开始了，闭嘴吧，不会抽到吧？我妈暗牧嘛，暗中控制，开玩笑，那是个控制卡组，不要有什么误会。谢谢，真的不敢说话。这样我就有十八点斩杀，这个很恐怖，六费打十八。我觉得打掉了，对面如果是个奇利亚斯，只是回四血，这里我不去什么找拍照什么，我觉得太慢了，因为我牌库挺厚的。打了以后，下回合看看亮闪闪有没有机会，然后去检索两，因为我有卷轴的，看有没有什么牌吧。你看对吧？对面还找了个奇利亚斯，现在是九血。啊，什么鬼东西啊？可以，盗贼打牧师战士是劣势，我第一次听说。节奏卡组刻的是慢速，炉石的卡组是怎么分的？慢速控制卡组抓的是快攻，当然这是以前，可能现在也抓不到，抓的是快攻，然后节奏卡组。快攻打的是节奏卡组，节奏卡组刻的是慢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 ？OTK 吊打的是慢速 ，OTK 怕的是快攻，它有一个循环链的，你要知道，到现在也还是这样的。控制怕节奏卡组和 OTK 怕快攻。盗贼是节奏卡组啊，
盗贼是最典型的节奏卡组的代表。小笨猪也没有，现在没有快攻卡组。哦，对，巨人术是快攻，对对对，巨人术是快攻。就你如何去定义快攻？三四费场面已经叫杀了，就当然那个术士那个巨人贼是有这个能力做到三四费场面叫杀，但他通常的爆发点在于四费过完牌，五费才开始铺场，六费叫杀你。快攻卡组像那种什么巨人术，三费四费场面拉满，合格的巨人术，四费下巨人，五费你在了，就你滚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快攻，节奏卡组的爆发是五到六费这两回合爆发，就七八费带走你，这个是节奏卡组。就像以前这种动物园，就是很典型的，就是你可以判断在三四费的时候场面已经很大了，十点长攻以上。这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攻，像以前那个骑士，对吧？四费人家准时挂十字军，场上有三到四个怪，一打场攻就十多，你就去了，就是这样的。节奏卡组永远是在四费左右前期做准备工作，就比如说现在这种 buff 骑，四费刚刚挂刀，五费开始出怪，六费、七费是个爆发点，这就是节奏卡组，跟快攻没啥关系。对面锻造了两张，打三的伤害，打六个伤害，还是这个法师是有可能带二杠三回血的。疲劳术是节奏卡组啊，这个术士杀人多慢啊！其实你想想看，正常情况下，什么先攒攒疲劳铺一地，对面解一解，然后拍个照，然后开开卷轴啊，这都快是一个慢速了，我跟你讲。这个术士就是慢，真的是。所以这个术士如果是二十张牌，就天胡。那个法师吗？苟活法吗？那个法师主要就是苟活的呀。回甲苟活，回甲苟活。这是个冰甲吧？不，兄弟，麻将是有技术的，真的，你不能这么侮辱麻将，我认真的，不跟你开玩笑，我觉得麻将很有技术。就是你麻将，你记牌，对吧？然后到后来，你要判断这个局势，你还能不能吃？如果你不能吃了的话，你就要防止出冲什么的，然后你扔掉的牌，就你还要分析对面三家有什么，然后你要分析哪这三家在替什么，然后你自己还要看看，对吧？麻将很难的，朋友不要诋毁麻将，谢谢。我觉得麻将这种天胡的局就算了，对吧？就是到那种你知道你自己可能已经胡不了，或者你听的是什么绝招，就你知道胡不了了，然后你就要防止你出冲头，这种就很难了。我感觉麻将真的蛮难的，反正我玩麻将挺烂的。我吗？我肯定要上海麻将，别的麻将我不会的，上海麻将玩的我也很烂，这
哎呦，这出的可太烂了。如果有个加六加六，就能把它解掉。这里给他回血是无所谓的，因为这边越等越满血，但是解不掉就很烂。看看下回合有没有办法可以搞什么多米诺加这个的场面。这术士最尬，就是里面有两个这个。我好感动，终于有张垃圾了。没有办法，如果有一个亮闪闪就能给它 build 掉，但是我没有，两张都没有吧，我一张都没有打过。打五，恐怖。这里面还有可能是两个六三四哦，对面质量导演泰坦马林六三四，我去赌一张两费 AOE， 我还有一张，兄弟们信我，抽三张不靠谱，拿出你的自信。不要慌，兄弟们不要慌，胜负手。一般，没有我要的那种伤害，一般。他也来 ，OK。抽三张，弱者的气息。来，还有一个伊菲龙没有出，没了吧？啊，无所谓。凭什么能炸我？谢谢无佛如是说，刚起灯塔，哎呀！哥们儿都没用啊！漂亮，故意给你爆掉。